好啦，喺部推出去開邊好快咧，粉藍寶嗰又得啊！咁啊，哇，一路推期兩部都冇得反應啦，走勢好生硬咧。就係、是、紅色波與娉婷啊，呢度咧距離放頭馬嗰匹又得都成13、14個馬位開外嘅。好啦，跑到差唔多最後100米路程啊，越放越順就係又得啊！準備過終點啊，又得贏第二組是彈集嘅。咁啊，第二名嗰匹又與娉婷咧喺16、17個馬位後邊咧走勢好生硬，鏡頭都見唔到啊！好啦，转完个弯咧就准备收停噶啦，呢匹就系粉蓝帽嘅尤德。呢匹咧就系红色帽嘅与娉婷。